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第七少年团 S 队的陈泽鑫，大家都叫我长沙小霸蛮。那霸蛮是什么呢？霸蛮是一种态度。如果你觉得我这首歌唱不好，那我会霸蛮把它唱好，就像这样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这支舞蹈学不会，那我会霸蛮把它学会，就像这样。如果你还不知道霸蛮这个词的话，那接下来你就会明白了。霸蛮就是我的态度，请大家follow me。